上古世纪采用 CryEngine 3 引擎开发，是业界最尖端的游戏引擎之一。运用实时动态光影技术，伴随着光源的变化，人物的光影也会随之改变。上古世纪中，由真实的昼夜交替，可以感受到自然的时间变化。你可以和朋友一起迎接晨曦，和情侣一起共赏晚霞。上古世纪中，玩家可以从系统提供的十类天赋中任选三种，组合成自己中意的职业。由于天赋组合的多样性，最终形成的职业多达120多种，并且每个职业都各具特色。在游戏过程中，玩家还可以通过修改天赋的方式随意更换自己的职业。上古世纪中，除了打怪和做任务以外，通过生活技能同样可以获得成长。游戏提供了采集、养殖、制造等数十种生活技能，玩家可以自由选择，改变了以往只能依靠打怪和做任务才能升级的枯燥的成长模式。上古世纪中，玩家可以与场景进行真实互动，享受互动带来的乐趣。例如攀爬树木去采摘果实，登上悬崖去掏取鸟蛋，砸毁桥梁使敌人跌落悬崖等等。上古世纪中，可以在任何区域，包括沙漠中建造房屋，并个性化地装饰自己的房屋。还可以在房屋周围进行开荒养殖，营造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园。
上古世纪中有多样化的交通工具，除了传统的坐骑外，你可以乘坐马车穿梭城镇之间，也可以借助飞空艇或滑翔机饱览风景。还可以驾驶战船穿越大陆间的海峡。上古世纪中的城战自由度得到全面提升，改变了以往城战单一的攻防模式，城堡由玩家自建，城战规则由玩家自己定义，陆海空全方位的攻防策略也由玩家自己选择。再也不是依靠蛮力和装备，团队的协作和智慧成为关键。上古世纪中的海战需要较强的团队协作，战斗中舵手以上帝视角俯瞰全局，决定战船的航向，帆手通过控制船帆调整战船的快慢。八位炮手操控着船身两侧的八门大炮，通过调整弹道角度对敌人进行精准的炮击，